最近好几天没出来健身了，儿子放寒假了，每天照看他，感觉时间特别不够用。今天终于逮到机会出来了，先去吃个饭，走。走吧。中午忙完工作没时间做饭，现在来外面吃个饭。小月吃的是卤肉饭，我吃的是油泼面。吃完了，快点走，我的那个加课都快迟到跑了一会儿，浑身都出汗了，好累。感觉上一节瑜伽课还挺奢侈的，因为健身房不让小孩进，每次出来把五岁的孩子一个人放家的话也不放心。好在老公弟弟家和公婆现在和我们住一个小区，偶尔出来健身还能把孩子摆给他们看。哇，跑了半圈步太累了，出了好多汗。练得怎么样你？已经练好了，在这等你呢。那咱们回去了，晚上吃顿好的呗。好久没吃牛肉了，今天晚上吃牛肉。现在练完了，准备回去了。这个健身房不在家门口，不然我跟大伟可以轮流着看孩子出来练。开车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感觉一个人来不怎么划算。等孩子开学以后，我们下午出来健身就方便了。走，咱们现在去菜市场买牛肉。走，快去买牛肉去。到菜市场了啊，现在买点牛肉，然后等会儿就回家。肥不肥？你看，稍微瘦点呗，选一点。两斤半牛腩，走，回家做饭。买完菜了，走，回家。走，回家了。把果果接回来了。This is all that you have. So please. 今天买了2斤半的牛肉，84块钱，多的。I swear I'll use only what I need. 看看小月的手艺怎么样。I know you only have so little, so please. Let me mend my broken heart and say this was all you had. And it's all I need. Blah, blah, blah. Because it fell apart.I guess it's all you knew. 放寒假了，给他教一些儿童歌曲。All I had, but now we have only confused hearts. I guess all we have is really all we need. So please, let's take these broken hearts. 你妈妈给你教的歌，你赶紧唱。咱们两个一起唱。Let's use only what we really need. You know we only have so little, so please. Take these broken hearts and leave. 工作、家庭、带娃会花费女人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不管再忙，尽量抽出一点时间来提升自己，保持好的状态。希望自己永远当老公心中的女神。